有请节目主持人赵传。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寇乃馨，寇老师，欢迎寇老师。大家好。华谊嘉兴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先来了解这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对我是挺好的，可是就是感觉他总防着我，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似的。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我觉得一直都挺好的，我不知道他在变些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何况我真的没欺骗过他什么。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挺29岁，来自内蒙古，是一名摄影师，有请小挺，有请。女嘉宾小芳24岁，同样来自内蒙古，是一名职员，来，有请小芳，有请。欢迎两位哈，想跟人结婚对不对？是。这个谈恋爱谈了多久就想娶人家？一年多了。那为什么女生会觉得她不坦诚呢？会骗你呢？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感觉的很多事情都有所隐瞒，因为我们俩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嘛。她和介绍人说她和我是同龄的。在后来我们的交往当中，我们会经常聊天嘛，然后就会聊到一些，比如说什么时候高考呀，什么时候毕业呀，我就发现她和我都对不上号。后来在我的一再的追问之下，他承认他就是比我大，我觉得这不就是欺骗我了吗？资料上面说29岁是吧？对，我俩刚认识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处得比较愉快一点，也算是想撒了个谎。后来我跟他说实话了。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要说小呢？就男人说小有啥好处啊？不是，先开始处对象的时候，我就是说，怕人家姑娘比我小6岁，就是找对象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有点自己好像比较大。那如果只有年龄这个的话，也许我也能理解，但是我就发现后来就发现他的名字呀，什么籍贯呀啥的，好像都有出入。名字有出入是怎么回事？我后来有一次看到了他的身份证，就发现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和他当初认识我和我说的也不一样。当初和他说的时候是那个我们那个祖籍上面就是名字是3个字的名字，比较土一点。后来就是换代2代身份证的时候，我说是和父母商量，就改成比较现代化一点的，改去了中间一个字就是。那你跟别人介绍你的姓名还会不说身份证上的吗？这太奇怪了。有些人还真不说哎，还有好多不都是艺名什么的，这就别较劲了。籍贯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啊？籍贯的事儿，就我是土生土长的。他跟我说他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但是我发现他户口是包头的。哎呀，包头和呼和浩特有什么区别吗，姑娘？他老爱多想，就是怀疑我骗他之类的。他的工作单位，他认识我的时候说他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的。但是有一回呢，我就路过他单位嘛，我就说给他打个电话上去看看他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已经不在那儿干了，已经辞职了，转行去做摄影了。我就心想，那我们都在一起了，也没听你说过这个事情啊。这事儿就大了。后来啥时候辞的职啊？这个摄影呢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那个行业，之前也从事过，后来不是做公务员了，我觉得那个就是挣的钱特别少，满足不了我的生活需求。后来我觉得就换了工作，当时特别匆忙，没把这个事儿当做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和他说，他就说我骗他了又。可是我觉得工作都不是大事儿吗？这还不大，那什么事儿才算大事儿啊？这个事儿倒是真是升级了。还有别的事儿吗，姑娘？他的手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手机是没有密码的，但是我们刚认识不长时间，我就发现他就给手机上了密码，而且每次在我面前都用指纹来解锁，我都从来看不到这个密码到底是什么。所以你的想法是？我就是觉得他手机里
他是怕我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吗？就是我平时拍照也不鼓捣手机，后来的话和同事坐在那儿，他还找对象，我说问我错对象了吗？我说错了，然后人家的手机上了那个密码，然后我说我也上密码，万一我俩的那些照片别人翻到怎么办呀？或者我就这么一想，不是你们俩有什么照片怕别人翻到？不是，我就这个人就是特别的比较，多留一个心而已。然后手机里面也有一些。顾客的照片啦啥的，怕别人把这个公司的隐私流传出去，然后我就上了个指纹解锁。他说是我这个指纹是防着他，怕他知道数字。可是那你平时工作你有防备，你跟我待在一起你又不用工作，你防备那么多做什么呀？那你不就是不想让我知道吗？不是，你要怀疑你就直接说，哎，解开给我看看不就得了吗？对，我看过吗？我说解开看看，我可以给你看，就是不想把这个密码就轻易告诉一个人。我又不是外人，我还能？对，他老是就询问这些密码了，这手机密码还有什么银行卡密码？不，你还问银行卡密码啊？我也不是一上来就问你银行卡密码呀。那是怎么回事？就是有一回，这有意思啊。我和他去取钱嘛，然后我们一直在聊天啊。聊得也挺开心，到地方呢我也就没多想啊，我就站在旁边了。他就特别谨慎的看了我一眼，然后立马用手把他的键盘就盖住了。哎，我就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啊。为什么呀？咱们取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时候扶的，或者那个就是那个自动取款机里面就提醒，然后这个手扶的，然后这个时候就这么随意一个动作，他说我防他，怕他知道密码，没有那个意思，他就老在多想。我和他处了一年多了，他同学呀、发小呀，包括他家里的兄弟姐妹啊什么的，我一个都没见过。他带我见的全是什么牌友啊、什么酒友啊之类的人，就是那些关系重要人物你都没见过。对，爹妈见过吗？没有。这个又说不过去了吧？不是，我俩处了一年多，我感觉这个时候借爹妈，不是说我找一个对象就带回去见一下我妈，好吧？最起码到这个度，我才会把她带回去。那些好哥们儿、好朋友为什么不让人见呢？我那些好哥们儿，那些人家都结婚生孩子了，不像刚毕业那会儿想出来聚就聚，想喝点酒就喝点酒，他也能见到。然后后来我处这些，兄弟都是人家摄影师，都是比我年龄小的。所以的话，他就那些朋友的话，就是估计是，就像他说那种，时间不长的，对我不了解的，他就说是我就敷衍他，安排一些。不是你这个说不通哎，因为你们交往了一年多了，你又不是交往一个月，你说你没见到，你一年多这些好朋友也没带着见见吗？有一次想带你去，人家都不带另一半或者都不带家属，我把你带过去，人家说我这个人事儿多。我觉得你就是在找借口。哎呀，姑娘，这个发现有问题了。那怎么一年就偏偏要是说一次聚会，很多很多朋友聚会、好朋友聚会都不带你的话？咱们这个先翻篇啊，老师们在听着，还有别的吗，姑娘？有，说。他的事情不愿意让我了解，但是他一认识我的时候就打听我各种事情，问我在哪儿工作啊，我的收入啊，我的朋友啊，我每天习惯呀，去哪儿呀，什么有什么爱好呀什么的，完了还有我家里面我父母做什么工作呀，我父母的收入呀。但是当我问他这些的时候，你都招了吗？你跟我说你都招了吗？逐渐的告诉了他一些，但是当我问他父母是做什么的时候，他就是不说，就是给我的回答模棱两可。我和他说了呀，做啥的嘛？那你父母做什么的呀？做什么的？我父母做点小生意。做啥小生意？做什么生意啊？我父母生意因为不像别人家开什么大公司了啥的，没事，我们不在乎这个，你跟我们说就是。做啥的？今天什么行业比较社会上比较好销售一点，他们就卖点啥东西。其实也就是有店吗？来回循环的，有时候在市场里头，市场里头不让他就出来外头了。到底是干嘛的？逮着啥做啥就是。收入稳定吗？那就看市场这个需求了，那也不能。就是没说嘛，就到底是干嘛的咱也不知道。就以我们这多年工作经验，他说了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干嘛。不是，你说他做生意说什么市场效果好就做点什么，但他也不可能老跨行业，他只能是在某个行业，要么就五金，要么就海产，要么就农产品，你总得说一样吧。就是、他不可能今天卖飞机明天卖坦克啊。那不可能，那个不可能。那不就是啊，你怎么说话都不着调。你就说此时此刻现在是做什么的？对，现在就是做这些水果啦、蔬菜啦之类的。哎呀，你就说卖水果卖蔬菜这不挺好的吗？也没什么呀。
这有啥呀？他问我那会儿确实是背着啥做啥，但他就是没有实实在在告诉我到底是做什么的。有一回他就说他母亲突然病了嘛，然后就说要回包头去照顾他母亲。嗯，然后我就说既然阿姨病了，那我就和你一起过去看看吧。他就坚决不让我去，我就一直追问这个事情。他说那我完了再和你说吧。结果隔天我再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自己回去了。他就没告诉我。当时我母亲病的话特别危急，然后我也怕他这边多想了，不想影响他的学习，因为他马上就毕业了嘛。这个事情还没有完。没完。后来我就一直追问他，他就告诉我医院的名字了，我就自己从呼和浩特跑到包头去了。然后我到医院门口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就说啊，他们不在那儿住了，已经转院了。哎，确实是转院了。那地方因为我母亲患的那个心脏不好，那边医疗条件不好，人家大夫说赶紧转院，然后我们就特转院了。他过去的时候我已经转院了。后来不是给你发那张照片吗？你还有点不相信。不是转院以后按照正常逻辑你就去新的医院看呗，都在一个城市了。对啊对啊。然后呢，我就问他你转到哪儿去了，后来就再也没跟我说，打电话也不接。转过去的时候呢病情就是比较危险了一点。不是转过去危急他可以去看看啊。不是，我当时就是母亲心脏什么问题？属于心绞痛。心绞痛？嗯。心绞痛有啥危险的呀？那特别危险，有时候休克呢。啊，休克呢？心绞痛会休克？对啊。他到医院做了什么呢？治疗呢？各心电图了，各方面的对付、啊、都哪些方面？我刚现在是专家了，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骗啊！他住了一次院啊，就是这事儿啊。来吧来吧，我们俩聊聊呗。我可了解了，到底是什么？就是住院。反正你说到现在就有点说不通了。我就觉得他都来了，你不让他去，而且他是从呼市都来了，该耽误的学业也耽误了，你给个理由嘛？他来了，非就是第一次见我母亲。我觉得这个地方见面，第一次见面真的不好，尤其这个地方就是病人的地方。啥病人的地方？所有的医院里面最干净的就是心脏科室。你就跟他约在医院门口喝杯咖啡会怎样？那时候我忙得走不开，我爸爸就是他后来才回来，就我一个人来照顾我母亲。行吧，尤其他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看都看不上，就是结果朋友都看不上。结果就是结果他没看上，你没见到。结果就是我又回去了，又回呼市了。对，因为他一直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就没有回应啊，所以我就只能回去了。好，还应该有疑云吧？然后我就发现他平时在我面前从来都不接电话，就是电话来了他就直接挂掉了，要么就是离我很远接，我从来不知道他电话那一头是什么人，他们又在说什么事情。这个事儿平时拍照的时候在影棚就是比较吵，然后来了电话一看就是没有标注的话我就把他挂了，有标注的话有事儿我就赶紧跑到一个声音小的地方把他接了，接了赶紧就回来，已经形成了这个类似工作中的职业习惯。但是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又不用工作呀，你也不在影棚呀。就像是警察的警惕性特别高，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了。警察？对啊对啊，那你不就是自己承认了吗？你在我面前就是警惕性很高啊，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自己人啊。习惯那个工作，习惯那个工作状态了。他来了电话一看，好行，就假装我们相信了啊。还有别的吗，姑娘？完了，他平时都不用他自己的电脑登 QQ， 我用他的电脑登 QQ。有一回他登了他自己的，然后中途他就出去接电话去了。我就想，你发现了什么？我就是奇怪，他老不让我看，我就想发现些什么呀。啊、但是我发现他已经转手就把那个QQ 退出登录了，我就更觉得很怀疑他到底有什么不能让我看的，这么警惕。这个事儿我们平时传照片的时候传完了、赶紧就是你离开电脑的那刹那赶紧把它退了，因为我之前办过这事儿，没退了结果他人过来直接把片就拷走了、我丢了一套片，罚了我一个月工资，我就警惕性以后再也不准犯这种事儿。哦，原来这个影楼的工作这么复杂呀，我的天哪。来你接着说，还有吗？你每一次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举动你都像是在一个很不安全的环境下一样，总是这么警惕。潜伏都是这样你知道吗？完了我看不上 QQ、然后我连微信他每天在和什么人聊天我都不知道，从来都是当我看的时候都是已经删很干净了，什么都没有。这个事儿你是删了还是？删了，我看一圈没有重要的信息就都删了。哦，手机内存本来就不大，然后里面除了一些样片就是我自己拍的照片，其他没有那么多删、要不就放不下。哎呀，你看，我觉得这个理由你不觉得很牵强吗？那为什么别人的手机都能放得下，你连几条聊天记录都放不下吗？没用的记录，我就看它不干净，我就看它不得劲，我就把它删了。女生说了这么多之后，当然我就会明白小片里说的
上来我就问那个问题，你向他求婚了对吧？嗯，对。所以你现在很疑惑，要不要，要怎么办对吧？我觉得我现在不能跟他结婚。这事儿我也是觉得有点不能接受，想娶他吗？想啊，然后就设计了个求婚，他就给拒绝了。设计个什么样的求婚啊？挺浪漫的一个求婚，就给拒绝了。咋浪漫呢？我俩在公园里面溜达，然后就我准备了一束玫瑰花啊，别人是买的，我那玫瑰花是自己做的啊，拿什么做的？就是、各种颜色的丝袜，九朵玫瑰花。丝袜做玫瑰花？对。哎呀，这有照片。卷起来的、卷起来的丝袜做的玫瑰花。你到时候把那照片留给我们啊，我们后期老师给贴上去，我们看一看，好看吗？那他没拍，直接拿就摔了，就毁了，就给啊？为啥呀？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他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对于这个感情，我现在都很困惑，我怎么可能去答应他的求婚呢？而且我并不觉得他的求婚有什么很浪漫，或者说很郑重，或者说是经过他的深思熟虑的，我都不这样认为。人家都用丝袜给你做玫瑰花了，人家觉得都浪漫死了，是不是？别人的花是买的，哪种买的？我的花是精心用我的心思自己制作的。对，你还特别伤心是吧？他非常伤心。哎呀，这一趟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女生其实是对的，就是我们在嫁人之前当然要全面的去考量一下对方，是不是？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生活经历丰富的人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是说你们俩的相见是通过朋友认识？对，是经人介绍的。就跟你不是很深的朋友。对。哦，那这就是一个问题。开始啊，你通过朋友去见面呢，我觉得还比较踏实，但是一步一步来呢就很不踏实了。我先跟你们俩或者说跟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说哈，比如说在你不认识的人要真是想进行认识并且呢就是可能今后交往的话，第一次见面比如像网站就会出示身份证，就必须得看，你确定他的姓名啊、年龄啊等等信息。姑娘做对了一半事儿，就是警惕性高。但是呢，你现在说这件事儿有点晚，一开始就应该把这些事儿弄清楚。如果不清楚，你发现了不明白地儿，就不应该继续往下发展。第二，一定要了解他的朋友，了解他的生活圈子、工作环境，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和他的亲戚。父母去见面，多方面你去了解这个人，你才能决定是否能跟这个人往下交往。而姑娘你在相知过程中有种种疑问，你还进入了相恋这过程，这就是你的草率。你们在一起发生一次又一次的不符合逻辑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警惕了。在这种不了解的情况下，一定不能发生两种事情，一个是财务上的往来，一个是我们距离亲密关系上的啊，一定不能发生。这个你也别多心啊，他是跟电视机前更多的广大的这个适龄的青年男女来说这事儿。是的，只要你把住自己这个根本的原则，他什么都得不到。哎，你们俩没那个经济上的往来吧？没有。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知道。那是他们家还是他租的地儿？租的地方。啊，那不是家，那是你租的地方。我现在没有那个啥房子，只能租呀。所以我只能跟女孩说，当你觉得不靠谱或者不踏实的时候，就不要继续往下发展。只有你对这个人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之后，你再进入下一个阶段，否则我们就此打住。好，我们不说他是不好的人，但至少我们心里安全感是不够的，继续提高这个警惕性，这一定是最最重要的啊。保护自己。男孩，我就跟你说几句话哈，你呢？如果想谈恋爱，坦诚是第一位。就我和他啥都说，他就啥都说，啥说的可能好像都对不上。刚才我说那几步，如果你都好好的做到了，自然而然没有人对你有任何的意见。如果说你做不到，不好意思，你去找别人试试啊。我想说说跟曲老师不太一样的看法，我其实比较愿意用更相信小挺的角度来告诉你，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跟一个女孩结婚，如果我愿意先相信这些事情呢，不是你恶意欺骗或是故意隐瞒，那我只能告诉你，你的以上种种我们听到这些不合逻辑的做法，都是让女人没有安全感的。女人不可能嫁给一个不给我们安全感的人，你知道女人是这样，
当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你说谎的时候，我就突然警铃大作，觉得那会不会还有其他事也在骗我呢？当启动这种警铃装置的时候，你说什么听起来都很令人怀疑。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凡事公开，事事跟他报备，让他安全感可以越来越大，警觉性可以越来越缓和。譬如说，你就把手机密码告诉他， QQ 让他看，手机简讯先别删，他看完你再删。这些事儿你可能觉得很无聊，不就小事儿吗？但是如果你爱的人在乎，就不是小事。然后尽快安排跟家长见面，这些事情都是你能做的，比丝袜花重要多了，明白吗？如果你真的想娶她，想办法消除她所有的疑虑，一切开诚布公，凡事跟你共享，她就安心了。我觉得你所做的所有的行为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是我们不太在乎的东西你很在乎，并由此而形成习惯，造成了一些莫测高深或者是扑朔迷离。改变年龄是为了投其所好，明明是包头人要改成呼和浩特是小小的虚荣，因为我是省会的人士，不想让你见自己的父母是不想让你看到他的家境，不让你跟他的亲朋好友或者是特别好的挚友往来，是怕拆穿更多的事情。我不认为这宗是大事儿，但是他可能在乎，这是大事。而久而久之的这一点小小的虚荣、小小的隐瞒，其实没多大的事儿，却使他形成一种习惯，保护自己的习惯。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其实这些事情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因为一点小小的虚荣，因为长久以来养成的保护自己的习惯，把自己形成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一样，不让别人看自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却喜欢从暗中去窥视别人，其实是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如果你要是跟他的那些所谓的发小在一起，他就不知道哪段谎言会被戳穿，他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谎言撒多了就会有数个版本，自己都忘记说了哪个版本，到最后直至自己都觉得那是真的。有很多人都说我是善意的谎言，但我再三强调，一个谎言似乎于到底是否是善意还是恶意，要看是谁从中获益。如果这个谎撒出来是为了让你舒服，这叫善意的谎言，但是为了是躲避自己的尴尬，那不是善意的谎言。并且一个人无意识的不坦白和有意识的隐瞒是两个性质。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质疑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还有以前到底是否做过公务员。其实我认为，其实做没做过公务员，有没有过这份体面的工作，其实真的不重要。我相信你也不在乎，但是他会在乎。至于其中的真实情况是怎样，其实不重要，因为女生不是个虚荣的人。所以我建议男生应该放下自己的盔甲，坦诚的相对。你这样的恋爱方式不合逻辑，我说难听一点，真正恋爱的人彼此的心灵是赤裸相对的，而不是一个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却要把别人扯得一丝不挂，这样的爱情本身不符合逻辑。所以如果你们要在一起，男生最好坦白，黄金60秒你也可以说，或者你可以花一两分钟时间说出来，那些东西其实真的不重要，女生并不在乎，我们更不在乎，你也不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这些秘密如果你一直这样憋着下去，不光你自己会崩溃，而且我告诉你，你永远得不到别人的真心，好自为之吧。嗯，谢谢。听懂了吧？懂了。一个人身上有太多的这个巧合和那个什么的时候，难免让人怀疑，你明白吗？因为它堆积的太多了嘛，它是一层一层的堆起来的嘛，信任是一点一点被抽没的嘛，听明白了啊，女生做的是对的，就是在确定自己没有安全感，确定自己真的不了解或者不够了解的时候，不嫁保持距离大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曲总讲的那些请大家记住了，但是我们无意说小挺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愿意相信你，
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之前对你说的或许是刻意隐瞒啥的，都不是我从的本意，但是后来的话，我会愿意把我所有的所有都打开心扉的，咱俩互相沟通告诉你，希望你能相信我。我不知道如果你能如你所说的向我坦诚，能到什么程度，能你的心扉能向我敞开多少，我现在都心里没有底，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认真的去想一想。之前或许是和你去撒了一些谎，但是给你造成了一些阴影，但是我接下来我会就是特别坦诚的，然后那个相不相信的只是时间到了啊。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啊，来请回，来请关门。事儿呢其实真的没那么复杂，其实说到底就是有人希望在爱情里面以一个更好的姿态呈现给别人，恰恰又碰到了一个特别较真儿、特别愿意问事儿的一个人，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人有点下不去了。事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曲总提的那些问题也供大家参考，当堆项堆多了之后，那么一定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是怎么选择的吧。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意把你所有真的东西都告诉这个女生吗？我愿意下去会告诉她的。好，告诉完以后，无论什么结果，是她跟你在一起或是不在一起，你都愿意告诉她吗？愿意，让她把那个谜团都解开，省得就是怀疑我啊。那也有一种可能是你都说完以后她真的离开了，你接受这个结果吗？接受。所以你会轻松，更轻松的去生活。谢谢小挺，来请回，谢谢你啊。哎，行，这个挺好的，就是即使分手，因为我们恋过，相恋过，我还是把真实的东西都告诉你。我觉得真的这么做了，今天的节目的目的就真的达到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情侣们能够把交流当中的障碍和死角都给他扫除干净的嘛。来，接下来咱们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俩交往一年多了，慢慢的我发现他脾气越来越大，他总是动不动就生气，一点小事他都不依不饶的。不但如此，我俩一吵架他就要分手，每次都是我去哄他。我那不就是一时气话吗？谁知道他当真了。现在他又回来求我复合，我真的觉得太累了。恋爱谈到太累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梁，24岁，来自湖南，是一名设计师，有请小梁，有请。女嘉宾小李，23岁，来自湖南，是一位编辑，来，有请小李，有请。欢迎两位啊。小李特别累是吧？怎么了？他刚开始的时候，就交往的时候就对我特别好啊。我俩是一个专业，但是不同班。我上课嘛，他就下课会接我，然后会给我就是提前打好饭，在食堂等我。我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哄我，然后一直逗我，直到我开心。但是后面交往一两个月之后，我就发现他脾气特别暴躁，感觉他以前对我关心都是装出来的。有一次我逛街嘛，我俩就逛了半个小时差不多，他就特别不耐烦那种，在大街上就冲我吼，甩开我就走了。他天天就买衣服买化妆品，这些生活中根本用不着。女孩子买这些不是应该的吗？而且我穿得好看点，你自己不是也有面子吗？再说那天你和店员在那聊化妆品那些，我根本听不懂，我处在那里，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我们就逛不到半个小时，然后你说我能跟店员聊多久呀？而且你陪我逛街不千金记忆，我也陪你看你的东西，又不是单看我的东西。
他还特别较真。有一次我在上课，他就突然给我发微信说什么5点半要跟朋友一起吃饭，说要介绍我。结果我晚上就有一节课就特别重要，就是那种你不去的话就会挂科。然后我当时就告诉他，他就特别不理解我，他就直接给我撂了一句狠话，就说那你自己看着办。那是我朋友他们都有时间，我不可能因为我那么多朋友去迁就你一个人啊。每次就是吵架他就要跟我分手，而且每次分手都是我去找了他。有一次就是我生病了，我都住院了，那时候就是吃腻了医院里的饭，我就让他买外面的饭给我吃，他就不肯，他嫌麻烦，然后他就跟我吵起来了，在病房里面就说要跟我分手就走了。你当时就吃医院那些清淡卫生的饭不都挺好的吗？对你恢复身体也有好处。可外面也有干净卫生的饭啊，而且我就是个病人，你就不能顺着点我吗？就是每次我们就是俩闹嘛，然后都是我去跟他说的，就是他，然后我俩才复合的。圣诞节我俩就去那个游乐园夜场去约会嘛，那时候灯光又比较暗，人又特别多特别挤，然后我们俩就走散了。但是我手机没电了，我就又着急，我找不到他，然后我又不记得路嘛，我找不到他，然后我就随便借了个路人的手机，就给打电话给他，才知道他找不到我，他就回去了，就特别生气，我特别着急，我就说话就有点那个嘛，他就电话里面对我凶，说要跟我分手。当时走在那的时候，你自己东看西看的。我能说话了吗？听出来了，一年多的交往很委屈是吧？对。你还挺凶是吧？你们今天为什么来呀？他现在要跟我和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是来和好的吗？是你哀求别人和好对不对？嗯。那你怎么说的振振有词的呀？我觉得我开始以前那些都没错啊。哦，你还觉得没错？那你为什么要和好呢？那我发现离开他之后，我还是一直想着他。你想他什么呀？你是要干嘛呀？什么意思呀？你确定今天是来要求复合的是吧？是的。你确定是不知道怎么办是吧？你还准备这么喋喋不休的一个人诉说多久？我就觉得他如果能改的话，但是我又不知道他能不能改。你要他改什么？就他不止就发脾气什么的，他每次分手就比较较真，他有一次就差点把我赶出家了都。就有次就是他请朋友在我们家吃火锅，我就准备了一桌菜嘛，等他朋友们吃完了，我就说让他帮我收拾收拾的，他就不动，他就在那玩游戏。我当时看他那样，我就心情也不舒服，我就吓唬他，我就说你不帮我收拾的话，我又搬出去，我就不伺候你了。然后他当时就来火了，就冲我发一顿火说分手，然后就要把我赶出去。哦，出去了吗？没有，就他那时候就生气，他就走了嘛，他就把我丢在家里。他走了？对，他找朋友去了。他就把我丢在家里，然后他晚上10点钟才回来，我们中午吃的饭，他9、10点钟才回来。然后他一进门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还没走啊？我当时就是吓唬他一下，然后我没想到他就真的让我走。对，其实他问这个问题我是特别想问的，就我听到现在我最想问的一句话，你怎么还没走啊姑娘？我就是一直想着我们在一起挺久了，我也想好好在一起嘛。不是，我没听出来你们俩在一起有什么美好的快乐的事情，你们谁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件啊？有吗？有啊，那时候我们一起出去专业写生的时候嘛，当时我们俩就背着老师，然后坐着小电摩去了大理嘛，那时候我们就环洱海骑行嘛，啊，老师他们也去了，我们就一路躲着老师那，然后你们躲着老师干嘛呀？就老师不让我们租电摩出去。为什么呢？怕你们出事儿。对，都说让，但你们觉得特浪漫是吧？然后我那天晚上我们骑到了那个尽头，然后没电了嘛，啊，我们就一路推过来了。那天晚上我们才在一起没多久嘛，那天晚上我就抱着他，咋了？然后我还亲了他。啊，美好是吧？特美好是吧？没有，你那天怎么没发火呀？呀，都没电了，哪来的？那天我看就是在后面我们都骑着那都挺开心的。哦，就是因为骑电摩没电了，就这东西不足以说明你对他好啊，是你亲了人家抱了人家，只能说明你自己挺快乐的。还有什么呀？有时候天冷啊什么的，我直接去给他买衣服啊这些什么的。
他生病的话，我也会去给他买药啊什么的。哦，那肯定是交往之初吧？是吗？中间也有过。哦，中间也有过啊。哎，你为什么老跟人提分手啊？他哪儿不好？你能告诉大家吗？他都挺好的。那挺好的，你为什么老跟人分手呢？我脾气太大了吧？哦，你脾气太大了，特别委屈是吗？是。就你们过过什么像现在年轻人那种什么，纪念日啊乱七八糟这过过吗？那时候一周年嘛。然后他没什么表示，我当时以为他要给我一个惊喜，我就自己买了礼物。你给他买了礼物？对，然后我到那天我就约他一起出来吃饭，他就不乐意，他就说又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吃什么饭，我就知道他忘记了。然后后面他就回来嘛，我就还是把礼物给了他，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就说你别忘记明年的纪念日了，他又冲我发火，就直接跟我说分手。啊？那时候我工作太忙了嘛，我根本不记得这回事了。那你不记得，你说对不起，我忘了吗？明年我来给你补过不就好了吗？那你为什么要分手呢？我不记得，他还把礼物给我，然后和我说句那样的话，我觉得他在讽刺我。行，我明白了。在生活当中，听起来你们俩是在一起对吧？嗯。家务一般谁做呢？就是我做。如果你要求他做家务的话，他会不会发脾气？你告诉我。有时候会。会不会因为做家务这样的事跟你分手？会。他说要跟你分手，你是走了呢，还是你又到其他的地方默默的一个人坐在那儿哭和生气？我就自己觉得委屈，就自己哭。哭完之后谁哄你呢？哭完之后是我先过去跟他说的话。哦，你哭完之后你再过去跟他说话。你跟他说什么呢？就是哄一下他，给他东西，就是给他洗水。你还要哄一下他？对。还要给他东西吃？嗯。哎呀，这都可以叫妈妈了，你知道吧？妈妈都是这样对宝宝的。哎。你为什么呀？你图什么跟他在一起啊？你告诉我，姑娘。这次是你提的对吧？小片里说你提出分手是吧？不是，是他提出的，然后我同意的，他又过来找我。他提出的？嗯。你同意了，你终于同意了。这个分手分了多久啊？没多久，大概一星期左右。一星期左右。嗯。哼，你还是想回去对吧？啊？我不知道。你看点头，习惯性点头。哎，你还是想回去，还乐，这就没办法了啊。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改呀。你觉得呢？我不知道。哎，中国有句老话叫知易行难，他们应该怎么办呢？交给三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谈恋爱是要找一个对我好的人，然后我又喜欢的人。谈恋爱是两个人彼此相爱，然后互相都对对方好，然后我们就一起好，同意吗？嗯。那你刚刚在这边呢絮絮叨叨的你们的恋爱过程里面，其实算起来一年当中扣掉分手以及你们那些争吵，真的没有剩下几天是可以谈恋爱的。他对你好不就是开始那几天吗？你们在一起之后，我听起来他一直都在发脾气啊。所以你到底在等什么？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为你改变吗？即使一个男人有可能不成熟，然后有可能呢在一段呢他遇到了他真正爱的人，或在一段爱情的冲撞里面慢慢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肯定是有这样案例的啊。很多的现在的好老公当年也有可能是一个不会对待爱情的男人，但这个进步是有条件的，这个进步一定是他遇到了一个好的爱情导师。我的意思是他必定要被女人整过之后他就慢慢变成好男人了，但是你基本上没有这个条件让他进步跟改变。我就说白了，因为你太弱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眼泪它是无动于衷的？你从头在这里抽着鼻子抽了这么久，他还是黑着一张脸。不管他有一天会不会进步变成一个比较不像宝宝的男人，我恐怕你是没有这个福气享受那个果实的，因为你并不懂得怎么教育他。这样讲可能对你有点沉重，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我是你姐姐阿姨，我都会劝你赶快闪吧，
也许你是觉得委屈，或者在一个惯性里面习惯性的求他回头，也许你从来没有谈过别的恋情，觉得失去了他，失去一段恋情就会觉得寂寞。但有时候是这样，一个人寂寞比两个人痛苦要好多了，自己陪伴自己比找一个人来伤害你要好多了。所以走吧，亲爱的，好吗？哎，我该怎么样对这个男生说呀？我只想问，你妈是不是很宠你？有一点吧。那，你有交过其他女朋友吗？没有。真的，你一直在欺负人家，而她也完全没教会你任何事，因为她一再的求你回头，就跟你妈一样。你知道我最讨厌那种孩子是专欺负对他好的妈妈，对别人都很客气，对妈妈很凶，这是我最气的一种孩子。而我最生气的男人就是对你好的女人，你对她特别嚣张狂妄。如果你是一个对朋友都很好的人，大家都觉得你脾气不坏，只有她觉得你脾气坏，那你觉得会不会很离谱啊？越爱你的人，越亲近的人，你对他越坏，这就是个孩子啊，这是个耍赖的孩子。因为你欺负你妈，你再吵再闹，再闹脾气再任性都跑不掉，因为她就是你妈。但是很抱歉，我必须要说，这样的孩子是不懂得如何付出爱跟对别人好的，不体贴也不孝顺。同样在你的爱情关系里面，如果你想要复制对你妈耍赖的那一套，我只能跟你说，你遇上他是你幸也是算你不幸，因为他愿意忍受你一年，但不幸的是这一年你一点长进跟成长都没有。你相信我，你换一个女朋友会被整得很惨的。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绕着你转的，你如果对人家发脾气赶人家走，人家就会走的。你如果不好好对待人家，人家没有理由要忍受你，因为她不是你妈。就算她是你妈，我也会衷心的希望阿姨别再宠了，因为你不可能宠她一辈子，而且天下的女人也没有这个必要代替你一起宠着她。来，现在意思就是，走吧，在摔打当中，年轻人去成长吧。来，曲总，女孩，我问你，你相信她能改吗？你不知道对吧？我告诉你，他当然能改了，但是不好意思，不是对你。你觉得他脾气暴躁吗？错了，我觉得他脾气很好。小伙子，朋友会说你脾气暴躁吗？不会，绝对不会。因为你为了朋友的聚会不迟到，你甚至于能够让自己的女朋友去逃课，你是一个非常信守诺言的人。工作上你会是一个很暴躁的人吗？不会。工作很重要，你在为工作忙的时候，你甚至于可以忽略你们的纪念日，甚至于因为纪念日的事情你的女朋友打扰了你工作，你会发脾气。但是不好意思，你没有对工作发脾气。刚才寇老师说了这么多，包括你们之间的沟通，我没觉得你脾气有多棒，反而你可能是个挺懂事的。这个事儿啊，可能是加引号的，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对朋友发脾气的话，你会没有朋友。工作上你敢暴躁吗？你不敢。老板让你几点开会，你敢迟到吗？你不敢。那你凭什么对自己女朋友这么暴躁？每个人都有脾气，脾气大，一种是你会不会控制，一种是你想不想控制。而对于你的女朋友，你想不想控制，在于你爱不爱她，你关心不关心她。你根本就不爱他，也不会关心他。很难想象你关心你爱的一个人正在生病的时候，你会跟他吵架，还吵到要分手哦。是的，你根本就没有爱上这个女人啊。你说这女人就应该是你的开心果，她脾气不好，她有遇到难点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离我远点，在我面前你一定要让我开心。逛街不好意思我不愿意，朋友一个聚会你让她旷课，你有为她想过吗？家务让他做，哦，他还得排在游戏后面。你玩游戏的时候，他不能打扰你。所幸，或者说是别人的不幸，你遇到了他。
他能够容忍你，因为他不会恋爱，他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值得相处。他以为我只是遇到了一个对我好的脾气暴的人，错，他遇到了一个脾气好的对他脾气很暴的人，就是不爱他的人。所以啊，你去找那个爱你的人，什么情况下你遇到了，就是说你见到这个人之后啊，你一下情不自禁的要对他好，情不自禁的要把自己的脾气收起来，你要供着他，宠着他，他开心你就开心，他不开心你最难受，这种人你才是爱上的。你没有爱上这个女孩，你只是爱上她对你的妥协，对你的容忍。而你可能呢或多或少啊，你是在撒娇，可能你跟你的母亲就是这么撒娇过来的。因为有时候小孩对于母亲的那种无理有一定程度上是撒娇，他是希望得到对方无底线的宽容的。但不好意思，你找错对象，你是在谈恋爱找对象，你不是找一个妈妈。而女孩呢，你看错了，她一点都不爱你，何必跟一个没有爱上自己的人浪费时间呢？话就说这么多了。好，谢谢涂老师。他其实不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他就是欺软怕硬。你信不信，如果是这个女生的父亲看见了这个事儿，扇他耳光，他吭都不敢吭一声，典型的窝里横的男人。女生你也别哭了，几乎每一次碰到这样题材的事儿的时候，任何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啊，你这么哭诉的投诉他，说他的种种不是，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女生通常都会说，要么就是说，哎，他追我的时候对我很好，要么就是说，如果他改了其实还不错。后来我想明白了为什么这女人会这样，其实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女人对于一段爱情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男性，是吧？从怀孕之后的重负临盆之泪，分娩时候的撕裂的痛楚等等等等，这成本太高了。所以一般来说，男人追女人都追得挺难，而女人一旦投入情感，她基本上会很专情。统计学证明说，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男人的热恋期60%的可以持续在8个月到1年，30%可以持续3到6个月，还有10%他只能持续1-2个月。那60%的人，就是可以持续8个月到1年的人，是自然而然的热情消退。30%的3到6个月的可以说是喜新厌旧，至于这10%的，只能说是过河拆桥吧。所以说你的这个男生，他不是说性格上的一些问题，又或者是说一些自然而然的一些热情消退的问题，我认为这个男生其实是品质有问题。你想想看，一个男生以一种非常傲慢的姿态站在你面前向你求和，其言下之意就是说你没资格分，我来向你求和不过是赏你一口饭吃，你还不给我回来。当一个男人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追你的时候可以百般的好，不到1-2个月就原形毕露。对于这种男人来说，他无论是谈多少段恋爱，那只能是一场又一场的辜负。我倒不是认为你们之间没有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我只说一个原因，就是女生一直以来你在她的心里面没有位置，不重要，所以她才会这么的轻视你，连道歉都道得这么不情不愿。他是今天来赔罪的人，但他的脸上写着恕你无罪。当一个男人心里把你放得不重的时候，你的眼泪是不值钱的，你应该收起你的眼泪。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诚恳也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感受不到。至于你今天说让他改，表面上是你对他的一种宽容，其实不过是纵容了他的傲慢而已。所以今天你必须不能出来，否则的话，那你真是太不自爱了。行了，别那么深情地看着他了，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儿，请你把自己当回事儿吧，对不对？女生，
好自为之。男生，好自为之。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其实我现在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能原谅我吗？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对你发脾气了。我真不想和你分手。我以前和你说分手都是想吓唬吓唬你。我真的爱你。我们俩在一起一年多了，他左右跟我说分手，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就是我每次你说分手我有多难过，而且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我答应你这次复合之后你会不会还会不会对我发脾气，还会不会就是你会改，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改，所以我要考虑一下啊。不好意思，我再多句嘴，女生，你刚才说你考虑一下，你考虑啥呀？你千万不能被他的眼泪所感动，他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不是因为我们三个人说的话真正就触动了他，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的眼泪是为自己而流，他觉得委屈。你看，我今天来陪你道歉，我倒反而被说得一无是处，我委屈。他的眼泪是为自己而流的，如果他真的是被你的眼泪和我们的话所触动，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对不起，鞠躬致歉，给你擦擦眼泪，而不是自己委屈的在那儿哭。你明白吗？这个眼泪是为自己流的，不是为你，你要分清楚。回去吧，回去吧。来，请关门。他有他的性格，他有他的想法，所以他会享受他的幸福，他会遭他自己性格带来的罪，这个大概谁都控制不了。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来，克制啊，女生，我以前都会问你为什么还出来呀，得到答案无非是一句话，我觉得他还是能改。我告诉你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就像你们这样的感情，我是绝对不会祝福的，绝对不会祝福，我也不会去见证你们之间所谓的情感。既然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儿，接下来你只能是在劫难逃。你今天连一点姿态都没有摆出来，接下来你的罪会越来越多，你会越来越难受啊。来吧，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没什么，你们觉得好就行了，姑娘，我们说的都不重要啊。来，我还得说祝你们幸福，因为在我看来，幸福有的时候就是无数个错误来铸就和铸成的，因为很有可能你们今天在一起真的意识到问题了，好了，还有一种是没意识到问题，后来总有一个人受不了走了，受了伤，但是生活不就是在受伤当中成长吗？所以姑娘，如果你决定原谅了他，跟他在一起，就好好的把头抬起来。小伙子，如果你真心想改，或者说我来控制自己好好爱他，也把头抬起来。日子是自己过得舒服和不舒服最重要，我们这些人说什么不就提供一个思考的维度吗？仅此而已。本节目礼品是由易贝诗提供的保时捷专享套，在易贝诗保时捷期间加一元多一套。来，我们来见证这对小冤家的浪漫时刻吧，请见证。我爱你。你对不起。
好了好了，请亮灯吧。哎，来姑娘，这个送给你，你能对人好点吗？能。真的吗？真的。啊？真的。对不起啊，你给他。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原谅我吧。男生，你记住今天这个场景啊，记住，就何必呢？人家那么爱你，就好好对人家嘛，回去回去回去吧，加油啊！我们不能主宰别人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主宰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生命、他的思考，所有的人只是提供他们建议，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不管怎么样，要祝这样年轻的朋友们生活的愉快，找到自己的幸福。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伊贝诗爱情保鲜剂。来自万事达爱情保卫战专区的网友向涂老师提问：我和闺蜜喜欢同一个男人，我已经和他表白过了，他也挺喜欢我的，然而不久后他开始不理我，现在他和我闺蜜开始交往，而且闺蜜的态度是他愿意为了这个男人放弃我们俩之间的友情，请问我该怎么办呢？你勇于向他表白，这叫忠于自我，那个男人转而喜欢你的闺蜜，这叫始乱终弃，你的闺蜜愿意为此而放弃你们之间的友情，这叫不择手段，而你现在要做的是祝福他们彼此相爱，为民除害。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诗弹润保湿水。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栏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